出了个 2K Mobile 这个游戏，就想试玩一下，看看。哦，下载完了，开始玩啦，看看有没有像电脑版或者PS5 版的那么好玩。最喜欢的球队嘛，当然是火箭队啦。啊，这应该是新手卡吧？会不会手抽神卡呢？来看一下。好。全部都是这空卡，哦，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啊，今天你说开始训练了啊？这个雌雄，哎，他要玩投篮键进行投篮，哦，安排久了，哈，这样，然后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哎，黄色，哎，黄色什么意思？哎，好像开始掌握到了。现在传球，传给乔丹，传给 MJ， 你叫他传回给我。好，现在防守，哎，我要守 MJ， 哎，这么容易就超掉了。训练完了，又有两个选手圈，不是线，没有用的。好了，训练完，开始玩5v5。球技模式，第一场打的是什么？湖人队。哇，只有酷斯玩一个是穿湖人球衣啊，其他都不是了。比赛一下半场，哎，那上半场比分是多少？刚刚没看到，应该是平手吧？哎，当然要选手动模式啦，手动。哇，12-4，领先这么多。哎，冲啊，冲到前场。给我做挡拆啊！哎，算了，给进去。低位单打，哎，拿到位置，哎，这样也没进。啊，防守，哎，给他，哎，你们这么慢，那也行啊，没进。啊，冲啊！传球，哎，掉球了，哎，传球 ，Stanskis， 罚球线，啊，没进。继续防守，哎，回去。哎，皮鞋，漂亮，超级，坦克，一下进了，上篮，得分，2分，哎，回去防守了，哎，后卫呢？
按你这个长按的这个防锁键就可以自动帮我锁了，超级棒。哎，打到了，冲啊，必须打的。
哪里冲带球前场？没人跑位啊！有人做侧柱挡个拆吧？没空挡啊，那个塞在这里。传进去，底线，把他拉有。哦，勾头进了。哎，增强模式。可以，等一下队友进攻队友，回去防守。又被挡拆挡住了。回去防守，回去防守。哎，大空档。
抱欢迎30秒 Next 出距离 OK 7秒26秒25秒他们应该是最后一球了超级套超级套咦误会挡下挡住了哎换防防防快进去进去对好哎 Drop shot 漂亮封住哎呀老公回来了哎呀可惜给他减了两分没关系继续来9秒8秒来最后一击 Shock cheese 传出去给他看必须他看小布三分 Splash
出下一题了，拜。